对，正正的放松下来，正正的，刚才那两步很好，对，正正的往前迈，正正直的往前迈，不要老甩一下，不要甩脚啊，直接迈到前面，对，尽量要感觉是脚后跟先着地啊，对，尽量要感觉迈出来脚后跟，对，对，不要老甩这个屁股，记住了，记好了啊。正前正后的啊，就是脚后跟的感觉。你现在做不到完全这样，可以尽量往脚后跟上迈啊。脚后跟啊，记住。对，哎，放松点，对，上面放松，对，往前迈，很好。今天真的很棒啊，走，走，走，要把每步都走的一样啊，不要走两步，砰一下就结束了，对，很好，走，很好。对对，张老师，张老师，对，很好，对，很好，记住脚后跟先落地哦，脚后跟先落地哦，对，感觉到对，很棒，看前面。